来，老规矩啊，谁输了谁第一个找。石头剪刀布，没错过，也不可能是你。石头剪刀布，哎，陈警长，我们是对万维最好的。你对万维好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先找。那所万维的东西呢？那是你送的钢笔。 你真觉得他有多喜欢陈青啊？你紧张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，兄弟？你说对了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就没你事。我们刚刚就是……万维，刚刚话还没你说完呢。